欢迎大家来到九三，看舞蹈就来九三，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村长，这档主播我们要。啊！这人不想播，我想播，确实有一点点卡。我这个音乐还改不了，你们稍等我一下，我看看。风继续吹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三，看舞蹈就来九三，还不是。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最强主播五苗。然后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手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黄色关注，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室通知我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画眉毛在这画了半个多小时，将近，怎么都画不好这个眉毛。好了，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跳第一支舞，对，我是一个跳古典舞的主播，然后大家多多关照，我是一个新主播。跳个相思眼，
哎呀，不要让我下去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偶尔看一下古典舞就当中场休息一下，你不累吗？欢迎大家来到953全网最专业。今天早上起晚了，没有赶上洗头，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小油。欢迎大家来到953看舞蹈，就在953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本档接档主播五喵，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手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黄色关注，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时通知我。然后我有两个档，然后一会儿下一个档给大家跳热舞好吗？然后这个档大家就辛苦一下，然后忍一忍，忍一下好不好？不能说我跳这个古典舞你们就轰我下去，太过分了，真的是。你看我的这个效果器都不会笑了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？对对，然后没有点心的小哥，咱们把心点一下好吗？那我为了你们，我这么早起来，然后眉毛都没画好，咱们把心点一点，争取这个档总能点到800啊！我觉得还有两支舞，然后没有点关注的直播室通知，咱们勾一勾3Q，谢谢大家，能不能保持温柔？可以。谢谢大家给我点关注，谢谢。中期有合适人选吗？什么是中期有合适人选吗？这个还分前中下吗？前中后。再来一个啊！你就是我很多人，但是我的本色。
欢迎大家来到九十三，还有两分多的时间，没有点关的。今天真的点心的人好少，真的和这个跳古典舞有关。我这个小键盘为什么又不能用了？啊？为什么？我没有锁呀。谁能告诉我这是为啥？好了，感谢石化哥 ，thank you， 谢谢咱家兄弟。啊，没有点心的小哥，咱们把心再点一下好吗？其实点心挺简单的。然后再跳最后一支，然后我就休息十五分钟。跳个啥呀？嗯？苏木遮好吗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嗯，谢谢。用针尖，手脚懦又珍贵。